凝聚来自全球各地的善心愿力，回荡近万人蕴含祝福欢喜的阵阵佛号声中。2009年法鼓山大悲心水陆法会于4号下午1点起进行法会圆满前的送圣仪式。法鼓山方丈和尚果东法师并于法会圆满之后，对于成就这次法会的仪轨修订小组以及上千名护持坛场的义工，帮助自己与众人朝向成佛之道迈进表达感谢，并引导全场僧俗弟子共同发愿，提起成就佛道的精进心。这堂圆满的佛事是我们经过了8天精进的以戒定慧三学来礼忏，这是透过我们诵持经典持咒修斋供养，而在各坛的法师也特别慈悲跟我们说法，让我们了解在各坛所进行的佛事，来理解法义，而让我们也能进入到诸佛菩萨的内心世界。而我们法鼓山僧团借重了这么多的各界的善知识大的专家学者，还有我们今天在场的所有法师以及居士大德们共同见证了21世纪改革水陆法会的历史的记录，也对未来佛教写下了美好的历史。如果大家对圣严师父的悲愿理念如果认同的，也愿意上台跟我们一起发愿的，也非常的欢迎。一师一门，发扬法鼓中风，同心同业，共创人间净土。今年法鼓山首度开办水陆法会线上共修，清净和雅的梵拜声以及坛场的庄严，法师的开示都使得全台湾与世界各地的学佛人士纷纷来函表达支持。是一种修行，所以法师说全善义工都在万行坛中帮助自己和他人成就，而且今年还有线上直播线上共修，所以无时无刻都可以参与共修，非常法喜。作为办教育的道场，法鼓山借由大悲心水陆法会成功地带出社会上重新认识佛教修学正法的风气，对于人心的安定也产生了实质的效益。在岁末寒冬之际，法鼓山欲请各界不忘时时发挥平等心大悲心，关怀每个需要帮助的角落，用佛法的慈悲与智慧丰富我们的生命，创造一个安定和乐的人间净土。